妈妈把这个墨洗干净，然后就开始推了。现在小婷去帮忙，现在就要把这个晾干水分，我妈想的好方法，挂在这里滴水。妈妈你小心点哦，大哥要搞点芭蕉叶回去，然后用来包粑粑。要这么多？我们今天的粑粑有很多是吗？现在我妈开始做了，还有一点点稀，妈妈，给大家包着吃，肯定很好吃。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饿了，妈妈说先就是用油炸几个试一下，先解解馋，主要是解解饿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我给你快点，哇，做好那么多啦。嗯，这里还要继续做。嗯，好，过来一点吃。啊，不烫了啊。还是我在锅里来。你们都觉得会粗，其实真的不会，还挺细腻的，我觉得。嗯，还行。还可以啊。嗯，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哟。妈妈，你赶紧吃一个吧，不然被我们吃完了。吃完了，有那么多，走嘞，走嘞。哦，宝宝也想吃啊。啊，好吃。嗯，真好吃。嗯，好吃好吃。啊，给妈妈吃，哎呦，给妈妈吃，谢谢宝宝。嗯。我不要，你自己吃，你自己吃。你爸爸这样，口水都在上面。嗯，好看。哎，我要给你打过餐肉，好看。这个伯母说，想不到还挺好吃的。以前都以为不好吃的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宝宝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你还吃吗？还吃一点啊，还要吃一点啊，要外婆给你一点。宝宝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你看他吃的好开心，不给他他还哭。我叫舅舅来吃，他也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舅舅，我帮你好差的很，你相信我。哎呦，好吃不？好吃不？要擦擦的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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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我儿子。这你四个字都快得空了。